小丫头，这梦里怎么这么多人？快跟我走！你干什么？我又不在你这闯祸，你真是五行守灾。谁呀你？殿下，小姐受伤伤到脑袋了，所以又失忆了是吧？啊！我看你就是苦头吃少了。喂，再不放手，我就叫警察了。什么？警察？就是衙门里的钦差，你知道吗？这么费劲，放开我！你不要乱语什么呀！我看你真是烧坏脑子了。放开我！你要带我去哪儿？强奸良家妇女，你们这里还有没有文法了？丫头，你别闹，我是在救你。放开我！我晕马了。什么叫晕马？就是我吐了，我吐你身了。你吐吧，我不嫌弃你。啊！丫头，你干嘛呀？ 这个就当你绑架我的惩罚，还有头发该理理了，回头介绍 Tony 老师给你。什么桃李啊？撤撤撤撤！还皇子呢？你要是皇子，姑奶奶我就是皇太后。哼！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横店？ 哎，大叔，啊，你们这儿是在拍戏吗？拍戏。啊，我们在赶集。赶集？啊，那您这是什么地方啊？天圣帝都啊。天圣帝都？嗯，历史上也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个地方啊。你们四处搜查一下。是。等一等，这个人有没有见过？没见过。走。 这云府的郡主云浅月又惹事儿了。是啊，听说一把火烧了京城最有名的青楼望春楼，好像死了不少人呢。你不知道，这京城的公子哥儿。什么鬼？这云浅月到底惹了什么事儿？我可得躲着点儿。有没有见过这个人？这个人没见过。